那比如说，我们之前去下载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资料，更新资料，如果我不要用那个Excel 里面的纯 Web 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那个 IE 物件来做就可以了。那其实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是说呢，我只要怎么样？我只要这个网址啊，把它贴到哪里呢？贴到刚刚的 IE 物件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，如果我要把刚刚这个程式嘛，本来下载雅虎股市啊，把它改成下载什么？下载那个之前的更新资料，然后是用 IE 物件来做的话，其实做法也一样哦。差别在哪里？第一个哦，只要把这个网址贴上，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，就是Google 上面的那个 Google 硬碟的那个试算表资料，好，有没有？这个就不过特别重要是要网页的哦，不是那个用 CSV 的哦。然后这个把它贴到这边给各位看，就是这个资料。网页的哦，特别主要是网页，所以网页后面的话一定是等于 true 的这个，不是等于 CSV 哈、哦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按 F 10，我刚刚讲嘛，固定 S 先 F12，有没有？F12 就跳右边这一块，然后你可以按 Ctrl 加 F，寻找什么呢？寻找那个 table，因为主要啦，一般我们还是抓那个网页上的表格，那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刚好就只有一个表格，然后呢？现在刚好就在这个表格，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你会发现这一个反而又更简单，因为只有一个 table，不会有第二个。那所以呢，我只要怎么样？刮胡本来刮胡4嘛，那、啊、我现在刮胡多少？第一个嘛，从多少？从零开始，所以你就把它改成零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其他要不要改？其他好像不要改。我刚刚基本上我只是做一件事，就是一把那个上面这一段程式贴下来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把这个网址。改成我的试算表，然后再来改什么？改这个，本来应该抓第几个？第五个嘛，对哈，第五个。然后我现在把它改成，因为里面只有一个，所以改成第零个。第零，它从零开始哦，OK 哈。所以只要改一、改二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其他的话呢，删除栏还有那个自动调，删除栏可自动调整可能要，但是删除栏可能不用，因为不见得每个都是栏。可能是列哦，所以哦，我可以怎么呢？我可以先把这个先注解一下，删除栏这个，也许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注解，好、哦、把哎这个注解把它注解掉了。那 auto fit 这个可能让它可以跑一下，哦，自动调栏，然、哦、我们来跑一下。啊，基本上我大概也没改什么地方，就改两个地方哦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试弄了一下，我发现哦，其实也 OK，也就是以后哦，利用那个 IE 物件来抓取网络资料的话，哎，用这一招哦，资金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它会下来了，有没有？不过它 delay 3秒，然后先把它 IE 物件 IE 打开，然后找到 table，哎，然后最后的话呢，通哎有没有？不过呢跑可能要跑一样，你会发现它大概一个一个，它其实就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的帮我抓下来，一个一个抓下来之后，最后再 auto fill。不过哦，这边看起来哎资料都下来了，但是呢可能还会需要多做一个动作啦，因为好像第一列是多余的。所以其实刚刚这个程式怎么样？其实应该可以把这个哈删除第一栏，应该改成删除第一列才对。所以这边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再改这个地方，删除第一列，然后从这边的话呢，我把这一个哈叫本来是 columns 第一栏对哈，把它改成什么？第一列嘛，第一列应该什么？把它改成叫 rows，有没有？的第一列 delete，这个叫删除第一列啊、哦，删除第一列，那我们来再试一下，基本上这样应该 OK 了，跑一下，哎，执行，好，啊，它其实就是的，反正就是网络一个一个一个抓下来之后呢，最后再帮你怎么样，自动删除第一列，然后自动再做栏宽调整，哎，全部 OK 了，好、哦，速度的话呢，我是觉得感觉好像又还是比那个。我们的汇入的方法好像快一点点，好，OK，这样也没有问题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以后如果你们想要抓网络资料，但是利用什么呢？从 Web 这个方法不 OK 的话，或许哦，你可以什么，把我刚刚的这一段程式码稍微做个修改，好，OK。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没改什么地方哦，改这个网址，第一个，看到没有？名称这个改一下，把上面这一段贴过来，然后改这个第一个。改这个第二个，还要改什么？改这个第三个，OK 了。所以哦，这一个范本几乎应该是万用的。
哦，所以，至于细节啦，我想其他应该也没什么，反正就是把 inner test 的东西丢到储存格，大概这样而已。外面就包回圈，一个 for 回圈，这个 for 回圈是列回圈，这个 for 回圈是里面的储存格回圈，大概是这样而已，没什么很这个。理论上，如果说你们之前有写过那个其他程式吧，应该看这个也不会觉得我只是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就是 get element 有吗？get 取得什么 element by tag name 这个可能要稍微，那 tag name 指的就是它上面的标签名称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将来不见得是要抓 table 哦，你要抓其他东西也可以如法炮制。只是说，也许你们目前功力还不够的话，暂时不要乱改哦。不过如果你懂得改的话，就是说你知道 HTML 里面的标签代表什么意思，那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，就很容易可以抓取到。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想要用 IE 物件抓取任何网络上面的讯息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也就是这个 IE 物件它是非常强大的哦，甚至它可以模拟什么？模拟就是如果你网页上要按个按钮，然后才有资料出来，然后你再把它抓回来放到 Excel，这些绝对都办得到。只是说呢，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程式网络上还太少人分享。OK，能不能办得到？绝对办。